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个时候我们煮了一个鸡腿，但是我打算不给石头吃，我们躲到厕所里偷偷的吃这个鸡腿，我们看一下石头他有什么反应。石头想吃吗？还不想吃。刚才你们把地板弄得很脏的时候，然后把这个鸡腿放到这里面，要不然吃到满地板都是的时候，我们用水给它冲一下就好了。省得我拖地板。好，来，石头，石头，你就在里面吃啊。吃完了，然后冲一下地板就可以了。吃吧，吃吧。好，吃完了，石头冲一下地板。还要回来舔一下地板。